上一年讲我到崇明来，我要吃只崇明糕，老好吃的，吃了老糯的，老香的。我今年是56岁，我做那个崇明糕已经有27年了。这个崇明糕就是说，我们老百姓每年到春节的话，必须做这个崇明糕，代表就是吉祥啦，好运呢，全家团聚了。蒸一笼崇明糕，坐在一起烧点九娘糕丝，一起吃一下。做崇明糕，首先第一点必须要选好的糯米和那个干米，糯米跟那个干米的搭配都有讲究的。崇明糕的原材料有很多了，以前条件不好就放一点那个红糖、白糖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就核桃啦、松子啦、瓜子啦，就是还有那个面罩啦，这个里面可以好多东西可以放下去。做崇明糕，第一步切好那个糯米跟那个干米，配比放好以后，再把它磨粉，磨好粉以后，再就是说放在那个。盘子里面要加料、加水、加糖，拌好以后就再放在炉子上蒸。当蒸的时候，第一次不能多加，要加一次一次，要加总共7-8次，熟了会再加，熟了会再加。你一加是放下去是蒸不熟的。它吃的方法很多，把它蒸个高丝放在外面晒干，晒干以后放在里面那个一个那个容器里面，就是崇明说你在碟里想放那个里想放了一样过来就不会瓦特了。到春花三年没有什么吃的辰光，它拿出来再蒸一回吃吃，所以感觉到就是哎呦，好像有过年的味道了。做这个崇明糕，我真做了20年，我对这崇明糕真的很深的感情。因为当初我做的时候，就是说今年还不足崇明糕，后来就是说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好。崇明糕对我来说就是。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经验，崇明糕也是作为一种文化。我希望这个崇明糕，我不做以后给我的小孩做下去，因为这个崇明糕可以对广大市民带来很多的就是喜乐。吃到这个崇明糕，哦，想到过年了，一家人团聚了，很开心。